怎么了？我们下了船，一路就奔吃啊。对啊。这吃饱了喝足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出来更应该体会一点那种慢生活。那当然了，有那么一句话叫什么？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春暖花开，对吧？那个今天中午这顿饭的话，你吃的觉得有特色吗？当然有特色了。有特色是吧？那我告诉你，接下来呢，我再安排你住的有特色。海洋，你早有心理准备了。必须的呀。国姐来了呢，还说啥来着？还尝一手，说都有什么地方？集装箱，集装箱，集装箱，集装箱。对，我知道，就是那种工业风的，像大积木块似的。对，但是你怕不怕热？我这是我担心的，会不会热？不热。会不隔音会不会好？当然了，哎，你还问隔音干嘛呀？这样这怕海浪声吵到你是吧？吵到我这样，晚上涨潮的时候。会不会出狗啊？对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来了以后，我必须得给你介绍点有特色的东西。这个集装箱住宿啊，这个特别值得去体验一把。而且这个集装箱，平时我们觉得集装箱很小，对吧？你要住在里边，是不是会觉得很憋屈？对呀，我就总觉得那个是拉大货的。那我告诉你，肯定不。来，往这儿看，看到没？有没有看到这扇大玻璃？直接对着海。今天就体验一下。哎，正好。我们想体验一下这个集装箱的住宿哈，您带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对，叫做看一下。哎呦，这真是集装箱虽小，五脏俱全吗？这个最主要是这面墙啊，玻璃墙啊，哇，真的看着太爽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坐在这儿，然后没事发发呆，思考思考人生，喝点元气森林。哎呀，绝配！哎，太好了，像那个森林小木屋的感觉，非常的淳朴。咦，我关心的空调，哎，很舒服啊，这可真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入住集装箱酒店，寻味团尽享了午后休闲时光，身体和心情都得到了放松。左姐，左姐，哎，来来来来，第一次住集装箱。第一次，然后感觉面朝大海的，春暖花开的那种感觉找到了，找到了是吧？特别有特点。不对，我感觉到了，你是有备而来，你还有多少个点子？你一块说呗。那怎么也得先给你卖个关子嘛，对吧？我先带你溜达溜达，行，好吧？不耽误了这大好的景色。走吧。全包了，给我便宜点了，便宜不了。这海螺多少钱呢？出港就这个钱。回来的吧？这多少钱一斤？咋办？这我全包了，姐姐。你给我匀点呗。匀不了，我这房车过来的，我挺多人的过来。脸特别红。难受。难受？中暑了吧？那全装上吧，大哥。行，我找个大点呗。兄弟，匀我们一点吧。不行的话，一会我还出去打，咱一起去也行。哎，可以包团呢、啊。那我们一我们也算一份行吗？我看你特别难受，你怎么办呢？东凯是不是中暑了？我跟他们唠一会儿去。我在海边等你。那你去哪儿？你找个地儿先休息一下。我跟你们去，可以吗？行。我可以上船吗？可以。啊，可以。哥们儿，我把左姐姐交给你了。行。你不用惦记我了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，帮你拿回来最新鲜的这个海鲜。出海气势一定要有。其实啊，这个出海打鱼对于我来说已经不算个什么事儿了。可以说今年这个海呀、啊，伴了我整整一个夏天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一定要满载而归，小鱼小虾小海苔，我来了。
搁那啥，好也行，搁上